2016全新女子组合欣怡。咦，嗨，大家好似冇乜反应咁，真系。系咯，梗系啦。解散啦，我哋。OK。今日全集都系女团，我哋两个应该行埋一边啦。嗯。不如咁啦，欢迎我身边嘅 BGS。自我介紹一下先。好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BGS， 咁我系 Jovi 周文希，我系 Riley 霍友森，我系 CC 周丽莹，我系 Toby 唐飞，我系 Yona 方瑶，欢迎晒 ，Hello， 欢迎晒。咁我知道你哋有两位新成员加入啦，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契机嘅？其實我哋公司咧就係每年都會跟住個 planning 咧而去構思一個四至六人嘅組合嚟做 BGS 嘅。咁今年2016年咧就加入咗 Toby 唐飛同埋 Wiley 霍友森咯。哦，但係咧我想講咧，每個組合咧通常都有自己擔當嘅角色噶嘛。你哋自己喺個組合入邊又擔當咩角色嘅？逐個講喎要。
咁改邊講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哦，我講先，我係喺組合入面擔當一個小丑嘅角色。小丑，我係一個娛樂佢哋嘅角色，好、搞笑㗎，講嘢。哦，你係帶歡樂俾人嘅。我是負責被人錫的，因為我最小的那個。這麼好，最小的那個通常都真的被人錫的。我呢就是一個風紀，因為呢我經常督促他們練舞的。好正經的，管理人的負責。我是負責做阿四的，平時有什麼就我負責幫他們帶啊。咁我咧就其實係佢哋隊入邊嘅叫做最大啦輩份，所以咧其實有啲咩拗叫我就負責決策啦。咁佢哋係啊，佢哋成日拗交，好嘈嘅。但係你哋有冇即係話隊長啊，又或者邊個負責唱歌嗰一 part 啊，或者跳舞嗰一 part 啊咁樣噶？我哋冇隊長嘅，但我哋咧有一個輩份就係跟入隊嘅練師。咁我就係三家姐。三家姐喺度，咁三家姐覺得跳舞如果最好咧，就非事先莫屬啦。佢咧係真係由細到大跳舞底嚟嘅，特別叻啲噶啦。好啦，不如我哋講下你哋今日帶上嚟嘅嗰個一加四加一，咁其實係講咩嘅咧？其實一加四加一咧呢一隻歌就係寓意譬如男仔女仔拍拖咧，就唔好咁講唔清楚啊，要好認真，好認真。你講嘢真係好笑。中意。就喜歡，不喜歡就直接拒絕別人，就不要拖泥帶水啊，要敢愛敢恨這樣。那你們平時是不是這樣的人呢？我是的。說一說自己不是挺好的，但我想說你們的舞其實都挺性感的，你們跳的時候有沒有難度呢？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冇嘅，因為事師成日教我，因為事師叻啊嘛。但係我哋個隊入邊咧，好似有一個咧，係啊，有一個出嚟啦，講咧，我自首。因為咧，我本身比較男仔頭啦，咁要我做一啲可能好誘人嘅動作嗰啲，就會相對會比較難過唔到自己個關。係啊，咁樣整完之後，咩事啊？斷咗條腰骨，哎呀！做乜嘢？我頭先發生咩事咁樣嗰啲啊？咁你哋 MV 其實都有唔少性感嘅鏡頭啊！你哋會唔會尷尬啊？拍嗰陣？其實我哋穿好多衫噶喎，係啊，可能有啲 pose， 但係你哋啲 pose 啊、舞姿啊、有人啊，咁一定要好多謝我哋拍攝嗰個團隊啦，因為佢可以將我哋最性感嗰、那個，即係最靚嗰個 pose 擺出嚟啦。咁其實我成個 MV 入面我覺得係好凍咯，好凍，係因為我負責喺個凍，你係浴缸入邊多衫嗰個嚟。其實個浴缸啲水好凍嘅，你知唔知道？